这个哈、旗子都撕剪断撕掉，你看这边插的旗子这边都剪断，对不对？啊，这我就是我的那个 model safe 哈、没关系哈、他给我剪断，我这边就给他贴这个粘的死死的，我不是说过了吗？赌职罪不按司法程序哈、国泰世华诈骗集团啊，全部犯罪被他被买通啊，这个。陈荣忠，通吃案，王义茂，张斗辉，人民日老板开除他，他们都是不按这个司法程序来办案啊，然后渎职罪，然后湮灭证据哦，这个湮灭证据在哪里？湮灭证据，湮灭证据在那边，对，办案湮灭证据，那么这个还有这个渎职罪，这个办理假非安，包包放在前面椅子底下。他是这样讲，可是他骗记者刊登不实，他刊登不实，骗媒体，所以包包我是因为不配合这个他们那个飞空中飞小姐哈，他是说我是放在座位椅子底下，报纸也真是座位椅子底下，可是事实不是被我录取媒体，他是叫我放前面椅子底下，别人的椅子底下，所以说。他们这些都是故意在这个下这个符啊，这个保防队、IP 警察有这种他心通啊，有这种念心术啦、邪教的国民党，他故意，因为我就是登，有第一件事情，我们不要讲以前，我们是先讲国泰世华银行，我把它登到那个首页曝光，在 TGG 的奇迹级哈，登了四五个月首页曝光，他们很不爽，他们有他心通，知道我要出国度假，就给我来这个让我丢脸全世界。那我以前在唱歌，他们是知道，因为我认识这个调查局这个曹大伟，他是故意的，这个是长青一个演员介绍的，所以说我也被他强奸的，老实讲，因为我也不喜欢这个人，然后他整我整到现在，把我家破人，我老公被他整死，现在呢，我们现在就先不讲以前事了，讲现在的，这个桃园刊登不实，骗媒体不退机票钱，然后这个公然不入罪，湮灭证据，捷星航空啊，这个办案的这个桃园检官郭千轩啊，他给我赌职不按，不按照司法程序给我办湮灭，他竟然说没罪啊，被买通了哈、这个名单吴进发检察长，这是法官蓝宪荣、吴进发、罗志文，我全部都把他登到这些的 model site， 所以一粘的用 ABS 双面胶粘的死死的。你把我的旗拔掉看看，我继续贴，我粘那个死死的，你怎么样嘛？来呀、放马过来！你不办案，永远的这样子吃案，买通我律师，既然还买通我律师，我还留下新证据，国泰世华也买通了我律师，结果我叫我的律师说新证据，我要写说，我另外很多新证据的。结果我律师他不要照我的新证据，也被我录下来。他就说那个不行，那个不行啊，那个他不会准。我说我是请你的，他要新证据，我给你新证据。就最后我把他录起来放 YouTube， 我火大，我就到监察院。最后我这一招的新证据是我要准备最后一招来整他们的。可是我就跟监察院，我想还相信有司法，告诉监察院，我说签约做生意，签约买卖已经解约了，你就不欠任何费用，也不欠任何的这个。约期，你凭什么还要连续寄单寄三个月？叫律师恐吓我，又打电话要钱恐吓我，又叫那个买通联合征信社，给我连串通三个月，给我封锁我的信用。他那个时候知道我要买房子，国泰世华银行，他不甘愿，所以他就是这样子变成，他以为他是这个国民党来支持他，所以一起这样犯法。其实在这个是保皇队他心通一直陷阱陷害，让我告不完的律师。好的，其中一个最大条是这个，我在国外也是一大堆被整回来的，所以我看解离的就是好，我就解这个连线，把你国民党给瓦解，骗到你死掉为止，咱们走着瞧，看谁厉害。